第一批炸个飞龙，第二批不知道叫什么的樱花。一个解摔，可能什么物流的弟弟之类的。好，大哥陷入危险。这时候蓝弟在后面在笑啊，把大哥干掉，我等一下就少一个墙底耶。洛克棒也在笑。有个摔。大哥说招待费。这时候炸哥的气体现在资源是填满的。偷下去结果左了。我连炸哥在气条跟血条上都领先。下重左右按到。好，第二盘由我们射击。五秒。目前双方的血量差不多。漂亮的解摔。漂亮。炸壳这时候继续牵制。掉路了。漂亮。这样真的是很精彩。你给他给媳妇了。